贵州省纳雍县批准预定新兵重返高原戍边，谭虎到西藏方向，当听到征兵领导小组组长宣布自己的服役去向时，谭虎那颗快提到嗓子眼儿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。两年前，谭虎怀揣着建功边疆的梦想来到雪域高原，成为西藏军区某部一名战士。在役前训练期间，谭虎发挥过来人的优势，主动担任小教员，经常给战友示范讲解队列动作，开导思想有波动的战友，鼓励他们坚定从军信念。